这个鱼头啊，这是金枪鱼的鱼头，500日元哦，500日元。然后这里200，这是500。哟，过来，他说，那你到时候又要买盒子，盒子也要500-800日元，盒子比这个鱼还要贵。对，哎呀，以后下次来这里吃就行了。你吃。你看，周老师，你看这里。这就是刚才解体的哈。我刚才吃的就是你吃的这个。哦。看到有盒子，200块钱。对。这是小盒子，它那个大盒子要800或者是500。没有袋子，没有盒子不行。你觉得我用塑料袋子装的？等一下，这鱼一鲜度一过了，你就相当于就是变成废品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走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会呢？对。一箱白，我要买回去，我能吃好几天呢。不带啊？不带。等以后再说。